账户里面有七亿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啊？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因为这一集呢是我自己被整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开头。主要就是一个 YouTuber 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们的频道是秀玉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然后他来到我家，骗我说叫我喝一瓶来自 NASA 的水，说喝了可以显影，让身体的秽物排泄出来。但其实他这个举动的目的是为了让我跑厕所，然后用一些方法把我的银行存款变成7亿，想要看看我的反应是什么样。整个过程呢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看接下来的影片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今天我第一次跟王狗一起拍片，所以呢，我这次准备了超级特别的东西——美国 NASA 能量医疗水。它算是医疗用，有点像显影剂的感觉。如果十分钟内把它喝完，一些不好的秽物，它就会在水里面显影。我先喝一口，不然到时候你就觉得我要毒你。它的味道就跟水一样。那我是要喝，但是你十分钟内要把它喝完。开始。那我是水桶。这个也要把它弄干净啊！我好像是，你想尿尿？跟我应该不会，不要坐在等十分钟。那你不是他都是剪的？你有跟他过？就可能这边削一段，然后再补一段，然后穿一样的衣服。我是没有到隔天，但我会当天。那我隔那种一个礼拜，可以不觉得一个礼拜前的自己跟一个礼拜后的自己会长得不太一样？对，王总，你知道吗？今年 YouTube 好像特别就是为10万订阅的会给一笔，就是算是奖励金，你有收到？奖励金不是就奖牌而已吗？因为他们那个10万奖牌，感觉好像就是这次好像用成本比较少的。我有发现，你拿到了？拿到了。你有发现两个洞洞里面是厚纸板？就我猜啦，有可能就是他们就是成本比较少，多花一笔钱给我们这样。不过多收一笔就是来自 Google 不少。是啊是，那我们现在拍片给你看。没差，就等你搞定，那些都剪掉就好了。网络银行，对，网络银行。为什么也是 B？ 可能又很牛逼吧。我是 M 吗？我超棒的，没有钱进来啊。你要不要问一下那个资源？我到时候再问。所以假设我如果这个时候没尿裤子，我尿会变绿色。不是，它是有点像荧光的。我就在那边尿，看你会不会晕。是喝醉了吗？我在那边等你啊，然后就顺便打个便，看一下你变有没有变刷青菜之类的。香膏进去。干嘛、啊？你先尿啊，你就先尿啊。白痴哦，你自己用啊！靠背，继续。干嘛啊？紫色嘞、欸？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可是蓝色跟绿色加起来会。靠背，哦，你看你好，刚才不知道怎样，你现在账户里面有7亿耶。什么东西？你账户里面有7亿耶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啊？我不知道。7亿，这太7亿了吧？我整一整你就没有了。好屌，真的好屌！你怎么用的、啊？我先重灯。刚刚呢就是整个过程。那如果想要看他怎么把我的存折数字改成7亿的话，对，你们可以去看他的频道。还有一件事我要跟大家说一下，之前我不是创了一个网购群嘛，招募一些特殊功能的人。之前的第一波活动军演已经结束了，那接下来呢我会发第二波活动的影片，鬼屋捉迷藏，就请你们拭目以待啦。也说明呢，我接下来会再办第三波、第四波活动，当然还有我的有说必做跟鬼屋住一天。我知道这两个你们都在等，有说必做既然还有3000多，我会努力的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啦，如果喜欢 YouTube 频道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，大家喜欢，谢谢大家，我是王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